各位主角今天的任务就是通过游戏找回失忆之前的身份。好，作为主角，台词记忆力是非常重要的能力，所以呢，我们将通过一个记忆力游戏获得大家第一轮的线索。八个人按照人数来报数，过程中有两个人及以上重复喊到同一个数字，就需要立刻喊出对方的名字。如果不站起来，最后一个没有报数的人也是要扣分啊。如果错三次，这个就淘汰。赢了就会找到身份线索。哦。我要找到南宫卓彦都没有一分没扣哈，你很爱喊一一一一一。下一个本子是破碎感男主。我破碎感，我那 Harry 太破太碎了。破碎感fragile 破碎感的男生。好，Action。 男人修长的身子险些踉跄跌倒，还好他扶住了门框，脑海中不断回荡着清晨离别时那些话语，每一个字都如同刀刃切割冰冷外表下那不为人知的脆弱。他慢慢闭上眼睛，眉头骤然颤抖了几下，抖嘴，仿佛将全身力气耗尽一般的摔在了地上。我摔啊，咳的。又将金丝眼镜拉到鼻尖，低到不能再低的位置。白皙纤长的手指从口袋里拿出指挥棒，挥舞的如同炽热的火焰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多一点。我跟你讲，我这要再输了就真的我能输你一样的。西门迪，我跟你讲，我风氏家族整个颜面就在我这儿了。现在两个企业看谁的胯好。拍子吗？杨婷，杨婷，大侠，西门庭，哥，哥，这是你全部力量了吗？我能输你一样的。哥，你这条腿废了。你说我弟弟这个疯子洪凡冲着女生唱美声会怎么样？今天确实有新歌啊，唱新歌，新歌，所以说我唱一首老歌，唱一首老歌。在车上唱，在车上唱，在车上唱。你是哪种就开车过去要就开始唱歌那种人吗？流氓，流氓。OK， 来来。你是我手忙脚乱爱过的一场惊鸿，风也不浓，想碰却害怕牵起的手。每当我眺望星空，惊悸中回味激动，你的温柔在我心上何须翻涌。好 ，OK， 好听，好听。我
很容易晒黑，所以我就放弃了。以前出道的时候，他粉丝叫我小探头。哦，你本身皮肤就黑是吗？还是就是小时候就喜欢到处玩。就是我一运动我就恶心，我一闻到健身房，我也是，我超级讨厌运动，健身房那个，我完全理解不了那些喜欢运动的人。我也是，我喜欢运动，我理解不了，我真的好怕。我一闻到那种皮革的味道，我就晕了。跟西门迪一组。那很好，因为我本来就是想要选、这个、胃病，因为我是真的有胃病。嗯、我之前一直胃酸倒流啊，对，然后我声带是伤了好几年。因为他没有什么事，他每次是一连贯的，他这样子。对，就每次就这样。不是摸鼻子这个，就那种，自以为好像自我很棒。哎，我不是这种人啊！你演这个比那些好多了，演得很好，哎，很流畅，很自然。好，那我们揭晓一下吧。摸高，空气投篮，关节响，沉迷撸铁。哦，摸高，来，疯子红凡，你演一下，就走着走着，就突然跳要摸那杆儿。太熟练了，我真不是这种人啊！真的，你摸高投篮，关节响，然后撸两下铁，掉牙签，你把这个来一套嘛？来个牙签嘛？对，吃完饭了。哎呦！哇！陈明撸完铁以后，这个感觉。演的我真不这样，我这口红。现在走上清谈的是圈圈圆圆圈圈创新科技集团的创始人Andy 刘涛以及风氏集团的二公子风子红凡。涛总，我们把刚才过来的这个文件签一下吧。外界传言创始人的强迫症尤其严重，今天的表现也让大家拭目以待。欢迎两位走上我们的清谈，来先到我们的签名墙留下自己的大名。我以为你是个什么细菌呢，走过来的时候。拿麦你了不起哈。总是戴着那象征身份的定制皮革手套，习惯性的摩挲着还未刮干净的胡茬。哎呀，哎呀 sexy， 我的天啊，哎呀哇 ，sexy， 太疯了！要，那么刚好有个小提琴在这里、啊。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将小提琴拿起，他将所有的情感注入拉响。曲调时而悲伤，时而快乐。突然这样，时而抒情，抒情。时而又
就狂放。Crazy crazy。哇，我没看错吧 ？Oh my god！哇六！现在走来的是肩并肩两兄弟。哇，一人挑了个蛋。好可爱啊！哎，这个衣服我也好喜欢啊。我觉得这个梗可以到顶了。我们表情要凶一点，凶一点。欢迎我们肩并肩两兄弟司徒宪华以及我们的封子香。哇！来，两位这边请。哎呀，给你们挪个位置啊！太震撼了，两位。哎呀妈呀，还是个连体婴。朋友都说他金口难开，可是今天终于等到他用极为慵懒的气泡音说：“老妹儿，老妹儿，知道不？我老想你。”好，挺清冷的。现在走来的是了不起皮考克照明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和他的搭档。哦哇哦，孔雀，孔雀开屏。哇，这个好酷啊！这太可爱了吧！我这套弱爆了，我突然觉得。我也觉得。哇。太夸张了吧！太漂亮了！哇，这真的太好看了！我的天呀！哟，来，两位这边请啊！先在我们的签名墙留下自己的大名。小时候就喜欢到处玩，我小时候喜欢海边，又瘦又黑。小时候，然后后面我去韩国之后晒不到太阳，每天就是公司宿舍，公司宿舍，然后就变白了。哎，那你又缺乏维他命 D， 营养不良哦，又不运动。我其实身体不好，就是因为那时候节食减肥弄的。我那时候我一个月暴瘦20斤，然后一个月又胖20斤，就把身体就搞垮了。我想看杨迪哥扯领带。好，来了。认真工作，好，然后慢慢的放松，放松了以后扯领带。纯啊，下意识的，西门家族的习惯。迪哥，巨有魅力，我脸都红了。这魅力这一块，谁打得过迪哥吗？哎，那你们组合叫什么？我们俩叫杨洋。杨洋。哦，杨洋。都是人名，都是人名，杨洋。是什么羊羊？给你，没事儿。还真是哎，而且就我们俩就是这两个羊。啊，是。好巧妙。太巧合了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羊羊组合。哥哥来示范一下吧。你觉得我需要哪个？你都来吧，你都来吧。我刚下完超越班，我还要在这儿搞这个。是尾号505的用户吗？那就按导航走了。这黄泉路哈，走过去。阿萨和涛姐点评一下吧。涛姐都吐了，点评。哎，怎么他来这个节目也要就是演完然后再被点评哈？我跟你讲，这个配置跟超一班一模一样，都是一群导师这么看着我，一群机器录着我。好，来开始说一下刚才台词的节奏怎么样？你的节奏。